们先不管这个锤子，首先我们赶紧来欢迎我们的超火爆人气。哇，大家的热情非常的厉害。好，我们先依次来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好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子宁。子宁，哦，上热来太热，就看你们谁厉害。来，我们先谁先来？我们谁先？队长吧，队长，来来来，咱们的队长。你带来的才艺是？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就是酷 man 酷 man 的那个棒子。啊，棒子艺术体操吗？好，这里有道具了啊。啊，月亮警察颜色冲线的棒子。好，准备 music。快起来！啊，重来他。哦哦哦哦。其实喜欢亚米的朋友们呢，应该知道前几天刚在超时星运动会上亚米有表演过这一段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好看。今天大家现场感受到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感觉吧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呢，轩怡，哎，哎，cue我干嘛？张子宁，嗯，今天要不要来表演一小下？好，张子宁有一段流传流传甚广，流传甚广，什么什么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什么？一个人要不要再加两个助手？你要模仿哪一个？对，我之前有模仿小黄人嘛，然后一直都是我自己模仿，所以今天我想说，我带来两个搭档好了。哎，哪两个？来，我请出小彩虹和付晶。好，我们有请。其实呢，说到这个，我们节目组专门为你们准备了道具。哎，对，哦。哎、okay, 大电视，这里还有一个遥控器，没错，这个四 D 电视很不错啊。四 D 电视选我了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选我就交给你们。先说什么？随便说吗？我先说好，我不是专业的，子宁，你是专业的，好像回事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来来来，前方高萌，前方高萌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啊，把头，把头，不动不动，大哥，给个，停，不动。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两位小黄人姐姐说的话。今天很高兴带着我们的新歌《月亮警察》来到有你音乐榜样打榜，开始。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为我们点赞，冲击一位，开始。停。第三句他们说的是，我们也会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馈大家，回馈给大家，回馈开始。太冷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他们说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，谢谢。其实这小孩子非常的可爱，小黄人本，小黄人本，那个警察，哎，你去哪了？小黄人本黄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泰国友人在你，哎呀，好，今天呢，你们的才艺就必须得跟扇子有关，来上扇子，对，这个扇子非常的华丽，这个扇子有点扇风，哎，好别致哦，毛儿别。好好，什么扇子都使不了，看你用这个扇子怎么发挥你的才能。哎呦，好，好，哎，起范了，哎，起范了，好奇怪的动作，没遮住。大家真的都多才多艺呢，到现在呢还没有听到人唱歌，对不对？大娟，哇，虽然简单的几句呢，但是能听出来音色真的非常好听了。当然，接下来，超越妹妹是你的表演。哇哦，不然这样不好用看啊。好的，加油加油，小心点，可以往下一点。不行啦，这个小心抱在一起，然后小心啊。哎呀，痛不痛？一二三，啊，那个快了快了，一二三，哦，小心点小心点，可以再来，再用力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在一起，然后一二三，哇，是什么？在这读一下，来亚米读一下吧。二分之一倍速舞蹈，没错，粉丝想让你们完成二分之一倍速舞蹈，对，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直接开始了 ，music。
好，我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